这老爸非要叫我看人咋钓鱼啊，我们现在去了。这来，哎，谢谢，这大冰箱真好，买的饮料都放萌萌的大冰箱里。走吧，来了，啊，好，看看去。他让我看人家钓鱼，拿着小船儿，看到没？拿小船往里运绳儿，然后到地方怕他，把那小船这个绳儿扔下去，这样就是远一些嘛。哎呀，这个老师傅，啊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他妈这是休息。你是不是看着不走，往回到这个卷？一可乱就不转，他就不转。他这个一个不转，他就原地转圈了。打圈，他就原对一个不转，他就打圈了呀。一转圈就把绳转进去了呀。可以，老师，我给你买个吧。你让我来看，就是想给你买个呗，是这意思不？啊，买我也没跟我玩啊。你让我来看，是不是就想给你买一个先进装备？啊，这玩意儿是行，是可以买的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？这个啊？我买那个话3-4千。3-4千呢？不行，超预算了，太贵了。你只要便宜点还行，师傅，300-400还行。做一个，老师傅啊，你身上玩具有啥东西能做一个？这可以买一个，可以给你，你也可以玩，你孙子也可以玩，对不对？你玩的像一时，你孙子拿他的水里，是吧？当个遥控船玩玩也挺好。哇，他的鱼竿你看，所以给你买的鱼竿不算多，你看人家比你还多。嗯，收费。人家干啥？职业的哈。老师傅呢？看到没，老师傅就在这儿钓鱼。我们去骚扰骚扰老师傅，给老师傅来个特写，打个招呼。哎呀，他的意思是啥，你知道吗？我拿钩给你甩下来，我让你在这嘚瑟，他就这个意思。哎，嘿嘿，哎，老师傅有没有鱼哦？我们烧一烧，我们这一扇那个没鱼，他踢干了，我的心往远一点。哎，我起来了，你踢干，你跟他够着我，这老头吓唬我。嗯，看见没有绳儿，没鱼，咋整的，老头啊，钓不着鱼呢？走喽，嘿嘿，好，飘在哪呢？它的鱼飘啊，鱼飘在这儿呢。我说能看着它鱼飘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鱼啊。飘呢，这儿呢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它的鱼飘。鱼漂太高了，这放了几目，放到头了，这老头。今天你想够着我，老头老想拿鱼竿够我，是不是啊？那哪你够着呢？哎，还撇一下，撇你也够不着我呀。吓唬我，老头多坏，你说。这老头太坏了，他怕我吵他钓鱼。我给你来个一箭冲天啊，老头，吓唬吓唬你。拍个一箭短片，有个冲天的，冲个50米。他这就是这个，他这个无人机特有的一个特效啊，直接他就是一箭冲天，然后就可以那啥了。就可以下来了，40米、42米，还要飞一会儿啊！妈，49，电快没了呀！任务返回，任务完成，自己返回。